对。你大人都已经大了，然后我这明明是八点半，怎么八点就来了？因为我昨天太晚睡了，我大概快两点才睡，因为我要再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没有带到啊。要准备的东西实在多，因为今天这个旅行团规模不小，轮椅总共有70辆。其中电动轮椅32辆，上巴士就是大工程。手动轮椅先看，电动轮椅后看。因为坐手动轮椅的团员上车后可以挪到巴士的座位，然后把轮椅收折起来，不能折的电动轮椅晚点上，才不会占住别人腾挪的空间。1、2、3、4、5、6、7、8级的吧台。出门玩有伴最开心了。这位总领队的正愁云连续好几天睡眠不足，也就为了大家的开心。怎么让团员们尽量跟朋友同车，还都能妥帖的容纳进巴士上有限的空间，座位车次安排真是个学问。不过今天这趟旅行，临出发前还多了一项应变力测验。稍微打理，他莫打秀一会。巴士升降梯突然不动了，这下子动辄70、80公斤的电动轮椅怎么上车？今天不是第一次来，上一个就坏掉了，上去了好几个了。今天上去好几个。没有。几位富康巴士司机都聚拢过来想办法，一个一个手压机器往上送吗？这效率实在太差，而且等一下司机会铁手没办法开车吧？啊？一定会啊！所以我们升降车就怕遇到这种情况。还好修车师傅已经在路上，那么就等吧，或许这趟旅程也不在乎再多等个几十分钟了。大家等出发其实已经等了3个月，等天气别那么热，等不要台风下雨，等富康巴士有空。从6月份开始报名，闪闪正属于为这趟旅行足足规划了100天。今年梅雨季天气很不稳定，郑淑云的彩线试完还是非得亲自来不可。有些问题一般人可能不会想到该注意。因为是中间两个人是比较窄，这样换的就是两侧的。那个应该比刚刚那个窄。观察入口的宽窄，还有门的前后有没有什么高低不平，才只是郑淑云考察的第一关。接下来更重要的也不是看设施好不好玩，而要看能不能让身障朋友舒畅的玩。啊，你们最近做了不少整，这个扶手不要放啊，我怎么进来，小姐？这个要改变，这个轮椅没办法靠近啊。可是不少公共场所的无障碍厕所不都这么盖吗？啊，这个欧巴桑 OK 啦，就是那老人家组的助行器进来还 OK 啦。可是你要真的轮椅族就完全没办法。郑淑云说，不少轮椅族手是有力气的，本来可以把轮椅靠在马桶旁，手撑身体过去。不过这样的栏杆可就要体操选手的劲道才能翻越了。没有经验的话，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扶手，我怎么做的？因为我完全没有办法靠近马桶啊，我只能做这个。这个也做不下去，因为你太低了。也不能怪当初的设计师，台湾不管官方或民间对无障碍设施的了解一直不够多。例如这个叫做医疗型马桶，听起来很专业很厉害吧？我做的第一页怎么会用这个？是因为如果需要另外的协助者，他才有空间协助。可是对我们来讲，反而不好用。而接下来这间厕所还就真有点要身障使用者趴到地上的嫌疑。万一我要上厕所，我要按头脚不能按怎么办？他这个蹲腿是有问题，用脚按的，他坐轮椅的话，他脚用脚力他怎么按？来匆匆之后才发现没办法去匆匆，被迫没公德心的感觉真是让人挺呕的。我要
还好，问题就是发生来让人解决的。这家游乐园其实很有诚意的跟着政府的规定盖厕所，所以一趟走下来，我们也浏览了一场台湾无障碍厕所进化史。目前台湾的营建署给的标准就是这个样子，有两个车库在那边，那个教授你干嘛要，万一我跌倒之后在地上我可以按车处理。不过基本上这个东西为了后来被伸张，就是作为的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挡住我们这个应该是坐在外面，不是外面很多老人家还是拄拐杖的，他可以上一般的厕所，不是上这个厕所的，他需要这个东西。而最新的成果，郑淑云肯定算是有国际水准了。这趟踩线之旅几乎像是厕所之旅。郑淑云说，对身障朋友来讲，本来要上一趟厕所就比较花时间。哎，我们上次去花莲就是啊，90台可以去那个花莲火车站一个厕所，根本排一大堆。原来曾有上一次，而且人还更多，都这样先查看厕所，顾虑无障碍设施。领队的恐怕感觉不到什么好玩吧？我是用很将心比心的方式，因为我曾经是在家里，就是不敢出门的人，做了旅行业以后，我才发现，哎，其实如果旅行团帮你规划好，照我们的需求做出来，其实我还是可以，玩一个很棒的旅游。没听错，郑淑云不是偶尔玩票组旅行团。从小因为小儿麻痹，双脚没能走路的他，从事的是就要爬爬灶的旅行业，将近25年了。郑淑云说，当初是他的三哥托朋友给他一个在旅行社当小妹的工作机会，还好他也够认真，懂得在办公室里收集资料，为客人规划行程，一路做到业务助理。不过当起领队，则是个被逼出来的意外。他们说要去韩国，大概有50几个人，他叫我帮他规划，然后规划好以后就是交给他们，他们决定给我承接的时候，但是他们附带的条件，承办也要跟着出去。那是民国80几年的时候，连续几家旅行社把客人送出国去就不闻不问了。那团客人的想法就是把旅行社的人一起带出国去，就不会被放鸽子啦。可是那时候我很挣扎，我不方便，我怎么跟人出去？可是我不好意思讲，因为这是电话接触的业务嘛，也没有人去告诉他我是一个障碍者啊。然后一直到开说明会，他们还是很坚持要我去。那么就去吧，不然这笔生意做不成了。坦白说，第一天到机场的时候，我第一次出国，家属真的异样眼光在看我，不骗你，我很难过，我怎么度过这5天？因为韩国5天，我心里就是一个问号，我可以吗？后来事实证明是可以的。几个景点客人们没忘记，把郑淑云一起背过去看看，甚至最后到了滑雪场，郑淑云本来坚持别再影响大家游玩了，南韩的游览车司机比他更坚持。然后他告诉我的导游翻译给我听，他说这一辈子我应该是第一次来，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来，因为他说像我这样子的，即便在第二次来韩国也不会到滑雪场，所以他希望我可以跟这个场地还有就是这个雪拍个照。所以我觉得这个司机给我感觉是一个不认识的外国人竟然有这样的心，我觉得我应该要学习他的精神。从此郑淑云不再给自己设限，欧洲、美洲、东北亚、东南亚，可以的话他就自己带队。万里长城怎么上去的？我们这个侍卫大男生扛我，这个还是我们十大杰出青年，他是万方医院的皮肤科主任哈。他抬我抬了大概5天，最后一天告诉我说，所以你看我的手长茧的，手磨了会长茧会粗，相对的有的人心是越磨越柔软宽厚。郑淑云说他爸妈也是这样。这我妈妈了，安琪是我妈妈。郑淑云的住家就在办公室旁边，好让妈妈常有人陪，不会寂寞。
老人家的最大娱乐则是把多的旅行社传单折成一个又一个纸盒分送访客。郑淑云说，小时候自己多病痛脾气大，妈妈也都是这样小小的。我的父母从来没有照着面前掉过眼泪，他们让我看到是他不会看让我看到说他们看到我是悲伤的。所以我觉得后来我有很健康的心，是父母教育的。不过即便如此，郑淑云在20出头的时候有个关卡还是差点跨不过，那是她动了个脊椎手术，却因为穿石膏衣穿太久全身瘫软无力。她以为自己的一生完了，干脆躺在床上等死。我爸爸有一天背我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很自私，因为爸爸的背是头的八岁的农夫，然后60几岁还要背个20几岁的女儿，我觉得我真的很不孝顺。所以当下我就为自己许下了心愿，我要为我父母的而活，因为即便我再怎么样的不方便，我活着他们就会快乐。说起来，郑淑云在当旅行社小妹时就不会拿身体不方便当偷懒借口，也是因为知道自己能自立这件事给爸妈多大的安慰吧。后来他拄拐杖推轮椅一样带团出国遨游的精彩人生，被选为10大杰出女青年，妈妈也跟着荣耀。往那边啊，还有那边那个是大爱奖，还有一个什么慈悲楷模。郑淑云的妈妈很可爱，小声来提醒，另一边墙上还有更多奖牌哦。只是说说笑笑中，郑淑云有个遗憾，没有爸爸的奖牌。爸爸过世得太早了，能做些什么让在天上的爸爸也更宽心安慰呢？爸爸这一生做了很多事情，让我们感受到，其实人生活的目的不是只有为自己，你如果可以为他们而想的时候，其实那个才是会更宽广，而且会更快乐。于是郑淑云决定了，不只要克服自己的障碍，他要帮其他身障朋友也克服障碍，也享受到旅游的快乐。我曾经在一个报上，他中风大概6年，从来没有出门，是他女儿硬逼他来的，用骂的方式骂，把他骂出来。他跟我们一次以后，他就说：“哎，郑小姐，你当时那个板花蛋。”第一个身障的吗？对，第一个那一次去的。还那个就是有几个义工朋友，总共86个人去，所以那一次，身障者的给我个感恩的心，让我永远记得。团员们的大小事，郑淑云也都记得，因为这样的旅行团里不一定每次有足够帮手，团员们得自立自强，互相帮忙，感情格外浓厚。因为他有一只手一只脚，所以他就帮忙提行李，或是帮忙推，用一只手推轮椅。所以我觉得他整个回来感觉就开始规划他自己的人生。他本来是很崩溃，他开始学才艺，开始学开车，甚至现在在某一个公家机关上班了。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活动是可以改变一个年轻人的心态的。其实郑淑云自己也被改变了，一次玻璃娃娃东京行，团员们逼着她演白雪公主，让过去一直穿长裤衣着晦暗的郑淑云发现自己可以走公主风。现在她的衣服一定红红粉粉，裙太长她会自己改，珠珠蕾丝不够也可以自己加。高中时她曾想当裁缝师，后来因为动作不够快被嫌弃，现在知道了学过的功夫都还能有发挥的时候。而以前曾经怕人注意到自己细瘦无力的双腿，现在郑淑云知道脸上明朗的笑容才是大家眼光停住的地方，甚至她连泳衣都敢穿了。这一辈子坦白说从来没有到海里过，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想过。所以那一次很多人第一次在海边，还在沙滩上直接到水里面，那是第一次体验。那次那个大家很嗨，只是开心之余有些感慨。那趟琉球行，郑淑云看到当地政府跟业者拼观光，把什么样的课程都想到了。台湾似乎就只能凭民众的爱心来弥补设施上的不足。这天郑淑云要为一群志工上怎么推轮椅的课，反正下去一定要到，我的一定要配，我们一定要往后这样到，这个人我们就有一个人的话一定要这样，然后你慢慢挡住他的力量下来，这样就 OK 的。
总之不管斜坡或阶梯，不管往上还是往下，总是有人在下方撑着就是了。说来很简单的原则，很容易疏忽，然后就出事。火车到我们在赶，结果他忘记，他就一个这个比这个还要陡的坡道，他就直接这样推下去，结果他刹不住，因为他可能也没有经验，结果他跌倒他就整台轮椅棒往后翻。那次还好是郑淑云刚好买了很多马吉当伴手礼，软软马吉先撒在地上，消解了很多冲击力。只是万一再来一次不小心，哪能随时有马吉当软垫？我们问郑淑云不怕吗？如果说你事先去担心这个问题，反而你就不敢做。好，所以我从来没有担心过，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在做一些很棒的事情哈，所以我觉得老天爷都会帮助我们。出发这边我们明白了，说不担心，因为郑淑云行前规划很仔细。他说到老天爷会帮忙，似乎他也没说错。还记得吗？一早让几位富康巴士司机满头大汗的故障升降台，总算及时修复，大家终于还是到了游乐园。大家兵分二路，赶快的下车去玩了。不过郑淑云还有事情要打点。我要去借轮椅啊。借轮椅吗？对，我有借四台轮椅。在哪边呢？对，到柜台。等一下要逛的园区面积不小，本来几位只用拐杖的船员也请坐轮椅吧。这些身障朋友有些是平常没用轮椅的习惯，有些则限于经济能力没买轮椅。郑淑云这趟行程其实也就特别希望一些平常因为没那个预算而没能出门旅游的身障朋友跟家人有机会换换环境。你姐姐家休克了，有没有闹？这位陈爸爸的儿子很优秀，身体不方便没阻挡他念书升学，今天趁着有车有帮手，父子三人一起散散心。虽说娱乐被排在食衣住行之后，要维持健康，适度的休闲是必要的，所以郑淑云特别给这一行程取名“圆梦巴士”，圆大家的旅游梦。快点，快点，我要经过了！快点，我要经过了！因为很开心，大家都忍不住轻松俏皮起来了。大家好啊，这个中午吃饭的时间呢、话是不宜讲太多的啊。我们今天应该是会准备的很丰盛。大家呢，饭少吃一点，菜多吃一点啊！一定要讲欧巴啊！一定要讲欧巴啊！希望今天大家讲得健康欢愉，祝大家今天呢玩得愉快，谢谢大家。今天有人玩，有人陪玩，贵买中心有将近40位员工来当志工。郑淑云也把兄弟、堂兄弟、侄子、自家旅行社员工通通都拉来了。有人带队，有人拍照，麦克风线拉不过来没关系，有人体麦克风架。是郑淑云的国中同学。大家吃饭吃得很快，才用40分钟就吃得差不多了。我带领然后呢，不关我们的事。然后请记得是不要想太多，太可怕了哈。别团的行程广播窜过来了，得快快澄清，免得大伙儿把行程听错。不过后来发现，这些身障朋友们吃饭速度更快，大家都赶着又奔往游乐园，每一颗爱玩想玩的心都很热烈。后来发现这位团员胆子还真不只是一般大，要下小火车时他因为急了些差点逗逃灾，不过看别人拍胸腿软他又笑开了。其实这一天我觉得反而轻松了，终于来了，哎，然后就觉得很快的这个活动回去就完成很多人的梦想了。我常常会鼓励他们说，你要勇于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因为有两个结果，一个成功一个失败嘛。成功就是你永远都可以打开心胸走出家门，那失败的话可能就是说这一次的旅程可能让你觉得很挫折，但是总是有开始，你下次就不害怕了。所以即使台湾很多风景点无障碍设施严重不足，郑淑云不怕不气馁，一次又一次奔波各县市开会做顾问提建议。我常常讲我是在做一个功德啊，一个怎么讲，就是说我每次听到人家说啊谢谢我让他出来，其实我蛮感动的。只是帮别人圆了梦，自己的梦呢？我也圆了梦啊，
因为我帮很多人圆梦，这是我的梦想。圆梦的感觉如此美好，每天一边玩着，郑淑玲其实已经在规划中部另一个圆梦行程。明年她还想更进一步来个南北大交流，让台湾投到台湾尾，身上朋友轮椅族甚至银发族都能在硬体设施还要好几年才能完善之前，及时实现自己的旅游梦。那通过这个TVBS 哈、一步一脚印发现新台湾这个无障碍超级领队哈、这样的一个短片呢哈、其实可以让我们对于台湾的身心障碍者还有身心障碍政策哈、也可以先有一些一些感受跟同理哈、那我今天很荣幸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好关于这个 CRPD 的第二个单元哈、想要带领大家对于生权公约啊、还有施行法哈、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啊、那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做陈竹上啊、我现在在高雄师范大学服务啊、过去对于身心障碍这个领域哈、其实我要跟各位告解一下，我并不是投入很多啦齁、我比较有涉猎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精神卫生法齁、就是那个强制就医的部分，我当过几年的卫生署，那时候是卫生署齁、强制就医的审查委员这样子齁、那接下来是关于这个监护跟辅助宣告的部分齁、这部分因为我本身是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的家事调解委员，那因为现在监护辅助宣告它归类为家事事件的丁类啊，哦、啊所以这一块我也比较熟一点，好、哦，那其他的部分自己也还在摸索，哦，所以今天算是跟大家做一些交流，哦，也有机会请大家不吝指正这样子，哦，那今天除了这个讲义以外哈、我是准备了两段影片哈、那这个是第一段，那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另外想要放个公共电视哦，他直播的，他是在谈视障者哦，视障者就是说后来我们的司法院大法官哈、他透过解释哦，认为就是说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哦，就是按摩业哦，就是非视障者不能从事按摩业，大法官认为这个是违宪的哦，所以等于就是说引发了视障者的一些反弹这样子哦，那这一部分在这个公共电视它有直播一个短片哦，来做一些讨论啊，好，那其实从刚刚这个影片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说如何去发挥将心比心的这种同理心的哈、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哈，其实在我们身权保障上是非常重要的哈、那就像刚才这个领队哈、他要带团到一个地方去哈、这个去去游玩以前哈、就是他第一个要先去检视那些厕所、哦、那我们发现那些厕所、哦、就是非常的各种设施非常五花八门、哦、但是实际上就是说也许符合了这个法令的要求，但是呢实际上身障者要使用的时候却、是困难重重这样子、哦、那实际上就是说很多事情、哦、比方说他是否可以先咨询一下，哦，咨询一下身障者，然后，而不是说啊，我符合法令，我不要受罚就好，哦，这个其实也是，台湾未来要努力的方向，然后就是说，包括我现在，好、哦，也在这个，也在有一些协助哈、哦，关于这个儿童权利公约哈、哦，我们也是国内法化的部分，哦，就是说我们要去思考，就是说。我们是符合法律规定就好，还是说要真的把这件事情做到好这样子，或者说我们是一个务实的态度
哦，还是一个务虚的态度哦。务虚就是说，哎，务得喝啊，那好。那这部分我稍后哈，也还有一些案例想要跟大家做分享。好，那实际上很多时候我经常在思考哦，就是说台湾到底算不算是一个文明国家？哦，经常在想这个问题。哦，那很多这个案例给我的体验哦，是觉得还有很多要努力的地方。哦，那这个也会涉及到我们怎么定义文明这两个字。那不管是儿童的权益，或者是身心障碍者的权益，这个其实是我们在检视哦，就是说世界各国它文明程度很重要的指标。哦，那所以如果说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哦，趁这个生权公约国内法化的这个机会，哦，然后让台湾的文明可以哦，真正的又往前迈出一步哈，我想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好，那有一些影片哈，我想就是说大家看了以后应该也会很有感啊哈，不过就是说因为时间的关系哈，也许这个今天哈比较无法一播跟各位分享，那这些在网页上哦，都可以找得到哈，哦，很快的跟大家就是说，介绍一下哦。那像那个这个字可能有点小哈，哦，就刚才我们看的是那个领队的部分哈，哦，然后光是这个 TVBS 的一步一脚印发现新台湾哈，哦，它就有这个用心感受哈，哦，的这个盲钢琴家哈，哦，然后另外一个是特别孩子超级妈妈，哦，他在介绍那个啊，哦，就是说家里有哈，哦，就是这个自闭儿的哦，自闭儿的孩子哈，哦，的这些妈妈的辛苦哈，哦，然后特殊餐厅超级任务哈，哦，就是也是一个为这个智能障碍者哈，开餐厅的一位社工，哦，他后来就是这个离开了他原来的跑道哈，哦，然后转去开一间这样很特殊的餐厅，哦，那黑暗中的光明人，哦，啊，这个视障老师公民课，哦，那我本来今天也想播哈，哦，就是穿着机械腿的医师，哦，就是说有位医师哈，哦，他也是到这个应该是中国吧，去滑雪就倒下摔下去哈，哦，他就脊髓损伤这样子，好，哦，那就展开了截然不同的人生了哈，这其实也是呼应到哈，哦，刚才那个我们啊叶崇亮老师在分享的哈，哦，这个无知之幕哈，哦，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就是说人生下一刻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好，哦，那如果说我们可以建构一套文明的体系，好，哦，让大家都可以活得有尊严，好，哦，那这个其实才是一个真正的正义，好，哦，那好，那我刚好像这个有这个公共电视独立特派员哈，哦，他对于这个无障碍哈，哦，的公路跟铁路篇哈，哦，他都有一些检视哈，哦，然后那个另外心中的本垒板，就是说视障者哈，哦，也有发展出一套这种打棒球，哦，然后要怎么打棒球，哦，的这个，哦，他们有做一个单元这样子，哦，那其实就是说这个公约里面也有提到这种哈，哦，就这种休闲运动的这种人权，哦，那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做适应体育，哦，适应体育就是说像这个在高师大体育系哦发展的很不错哦，有几位就是说国内适应体育的重要学者在高师大，那比方说一般打篮球，我们不可以两次运球，好，哦，我们可以带球跑，我们不可以篮下三秒，好，哦，那这些呢就是说当配合因应不同的身心障碍情形的时候，你要怎么去调整，设计出一套大家也可以玩的，好，哦，开心的啊，达到这个竞技跟运动好，啊，的这个目的的好，啊，的这个规则
就重新去发展，这就是适应体育。好，啊，就让他带球跑，两次运球有什么关系？需要的话，十次运球也可以。好，那我刚提到说，如果今天可以的话，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白天不懂夜的黑，好，这样的一个关于这个按摩业跟身心障碍者，好，所以这个就涉及到公约里面提到的就业权这样子，好，然后等等，好，这些大家有机会好都可以上网去去欣赏一下，就是说去观看这些短片，我想都会有很多感受跟启发，好。那接下来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讲义哈，那好，那首先也是要告诫一下哈，就是说我找了很多资料哈，后来发现就是说卫生福利部哦，他们做了这个报告，因为他有上传到网页上，我想说他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分享推广。那我看了以后，我觉得这一套那个投影片哦，很适合跟大家作为分享生权公约还有施行法的一个素材，好，所以我今天就用这个引用的方式哈，来跟大家做介绍哈，所以要一定要先说明一下哈，这个制作者是卫生福利部这样子哈，不是我个人哈。好，那在这个报告的大纲呢哈，就是说包括哈这四个部分哈啊。好，那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背景分析啊哈，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它其实在台湾是历经多次的修正啊。好，那光是身心障碍者这个名称哦，也是数次转换啊。好，那我想就是说，早期啊，我们就是称为哦，称残废。好，那这个是听起来哦是有歧视的意味。好，所以慢慢的哦就是哦残障，好，然后改为身心障碍者，身心障碍者。那原来还有这个福利，好，这样的一个用词，好，但是呢，直接我们再进一步呢，哈，改成这个权益保障这样子，好，好，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这是人权，这是每个人都该有的，好，不因人而异，啊，也不是一种恩惠或施舍这样子，这样的一个逻辑观念，哦，所以这种用语用词，哈。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个正确的用词，其实是代表着我们的一个素养，一个尊重跟一个素养，包括就是像这个原住民，好，原住民，我们这个已经从番啊、山包啊，好，一直到这个原住民，这样子是一个正确的一个用词，好，或者说外籍新娘。好，然后一直到现在的外籍配偶或新移民、新住民，好，这种用词的一种正确跟坚持，哈，好，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环这样子，好，那在这个69年，哈，是残障福利法通过，哈，当时是只规定重度者才领有手册，好，那隔年70年呢，哈，就有比较细致的分类跟标准了。那70年代是7个障碍类别，然后障碍等级就有3级。好，那到了79年呢，哈，又经过修法，好，那这个手册的标准有比较放宽，然后就修正为4级这样子，好，轻中重极重这样子，好。那86年，哈，将残障，好，更名为身心障碍者，好，这一个，好，那这时候呢？类别增为16类，好，那目前也仍有民众哈，希望纳入其他类别，好，那过去的鉴定制度是比较是医疗观点，好，然后测量层面着重，啊，身心理的一个损伤跟功能限制，好，那96年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修法，哈，一直到107年，好，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突破，好，
那1996年就开始着手哦，纳入这个 CRPD 哦，就是生权公约的精神哦，然后把它转化为具体条文这样子哦。那带入 ICF 的这个概念，整合医疗跟社会模式哦，那修正为八类这样子哦。那101年呢，哈、哦，这个也是对于这个社会观点呢，哈、哦，有更多的这个琢磨这样子哦。那另外也把社会参与跟环境因素哦纳入指标哦，那这些都是这个重要的一个发展了哦。那其实比方说你说像中国大陆哦，中国大陆它对于身心障碍者他们怎么称呼大家知道吗？啊、哦，哎对哦，正确哦，大家好、哦，哎都有关照，有残疾人哦，残疾人，那他们生权公约他们翻译成残疾人公约哦。那实际上这个用词我觉得有待哦，有待改进，然后就是哦，那好，那这个在联合国哈的这个生权公约哈，我们简介一下，它是2006年哈12月31日通过了哈，在联合国的各公约里面算是比较近期通过的哈。啊，那你比方说是我们最近也有制定施行法的这个儿童权利公约哦，它是1979年哦，所以已经25年了哦。那相较于此呢，哈、哦，这个生权公约呢，哈、哦，它是一直到2008年才生效这样子哦。那公约的内容哈、哦，它包含前言，好、哦，那这边有宗旨啊、定义，好、哦，宗旨与定义就从第一条开始陆续下来，然后接着就是具体保障的内容哦。那这些内容哦，这个包含平等权、公民权、自由权、教育权、哦、就业、就医、哦、健康、参政等等、哦、那联合国的公约它最后、哦、都会放这个实施和监测措施、啊哦、包括一些像这个法规检视啊、国家报告啊等等这样子、哦、那当然这些措施它是要针对它的会员国、啊哦、那台湾因为是这个在联合国的地位、哦、等于是被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了、哦、啊，所以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无法配合这种实施跟监测、哦、你纵使把国家报告送过去、哦、可能也都无法被存放、哦、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另外、哦哎、透过这个施行法的方式、哦、来做这个做因应、哦、然后来跟国际社会接轨、哦，所以我们这几年哈、哦、几个重要的公约，包括两公约哈、哦，还有西斗哦，就是消除一切形式对妇女的歧视的公约哈、哦，以及这个 CRC 哈、哦，就是儿童权利公约，然后一直到这个 CRPD 哈、哦，我们都是用施行法的方式哦，希望来落实哈、哦。嗯，那所以呢哈、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哈。哦，这个生权公约哈、哦，它国内法化、哦、它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哦，我们是希望也能够向国际社会哈、哦，展现我们的这个对于这个身心障碍啊、哦、人权的这个重视啊哦。那因为就是说我们非联合国成员就透过施行法的方式来落实哦，那让公约具有这个国内法的这个效力这样子。那当然，这样的一个方式，当时在立法的时候都有争议啊。不过我是还蛮赞成的、啊、就是说再怎么样，就是说我们在争取台湾的国际地位哈、啊，比起那种哎凯子外交或金权外交哈、啊，就是说、啊、出去啊，我帮你盖个水坝、啊，还是怎么样，就是一下子就是几亿美金这样子过去哈、啊，我觉得还不如用这种方式。哦，然后来跟国际接轨这样子哦。那这个所以呢，在去年的8月1号哦，立法院就三读通过这个《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施行法》哦，然后8月20这个那啊、公布啊哈、哦，要在去年的12月3号就开始实施哦，开始实施哈、哦。那一天12月3号刚好也是国际身心障碍者日这样子哦。那其实在这些施行法它都会碰到公约翻译的问题啊、哦、那现在就是说生权公约的
英翻中版本哈，现在的那个正体中文版哈，是就是说，行政院已经核定了，然后再请立法院决议中，哦，儿童权利公约也是这样，哦，就是说现在的那个，哦，那个翻译是非常重要啊，因为，这个通常都是简体字的翻译会先出来，哦，因为那个，中国它是那个会员国，所以他们会有简体字的翻译，那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没有把那些文字润得很好的话，哦，适合国内的法律用语，还有各种专业用语的话，其实你后续在推行上，哈，或者说行政，好，或者是司法在运用上，哦，其实都会受影响，哦，啊，所以这个翻译其实是很重要的，哦，嗯，那好，所以这个是一个一个流程。那这个施行法呢，它大致上有几个重点，大概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几个施行法，大致上都是朝这几个重点去做规划。第一个就是说，让它有国内法的效力，有国内法的效力这样子。那这一部分呢，就会变成就是说，因为一个法治国家，就是说立法院如果通过什么法律，行政机关就要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就要依法审判。所以这个国内法的效力呢，就可以影响到各级行政机关跟这个各级法院这样子。那另外就是说哈，这个行政院要成立推动小组了哈。接着就是国家报告的这个制度了，国家报告哈。那国家报告就是施行后两年第一次提出，然后以后每四年提出。那国家报告它要怎么撰写，就是联合国它有规定一定的格式啊，那就是说会员国都要定期提交国家报告给联合国的相关委员会做审查，那这个那因为我们无法向联合国提交，所以就像刚才这个叶老师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到时候，我们过去两公会跟西德的经验，我们就是邀请相关的有联合国审查经验的国际学者，来台湾的开审查会议提出建议这样子，好，那接着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是这个第十条，就是法规检视的部分，就是说政府应检讨主管法规不符公约的话要改进。那这个法规检视它通常也要包括就是说法规跟行政措施，就是各种行政方案啊、计划啦、等等，这些都要一并检视这样子，所以就是说，比方说，这些无障碍设施啊，它是否要是在各种这种建筑法规啊，还有相关的这个行政计划里面，它是否真的合用，可以趁这个机会去做一些检讨，还有其他各方面这种就业上的这个的一个规定等等各方面就业就医等等这些都可以趁这个机会提出。那两年内要提出这个优先检视清单呢，所以我们施行是12月3号，103也12月3号，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说105年12月3号以前要提出这些要优先修正的法律清单。那三年内就是106年，106年12月3号要完成优先清单的检视，那其他没有检视到的5年内要完成这样子，所以其实整部施行法的一些重点，我看起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法规检视跟修正的部分。这一部分如果大家可以各级政府还有民间团体还有这个学术界，如果可以把握这个机会，然后把一些该修的法律列入优先检视清单那我们等于是让它可以搭上一部修法列车然后在106年12月3号这些不符这个身障的人权还有一些挚爱难行的这些法律照理说是可以获得一个修正的机会的所以像这个儿童权益公约也是这样那我现在也是正在研拟要列入优先检视清单，因为
儿童权利公约它是施行后一年内就要提出优先检视清单，然后三年内要修法完成，哦，啊，所以也是，哦，这个把握这个机会，哦，把一些过去，哦，在这个儿童人权上有疏漏的法令，哦，就是尽量趁这个机会，哦，提出这样子，哦。那其实，哎，我自己在立法院有一些推动修法的经验，哦，你会发现就是说一个法案要提出，哦，要有15位立委的联署，那其实这个是非常简单的，就找一位立委他愿意提案，然后可能某一次开会的时候大家其实就前下面几天要找个委的 OK 啊。但是真正困难的是在程序委员会还有在这个一些这个会议当中，你要能够排入这个，哦，把这个法案排入，这个其实是真的是比较困难的地方。如果没有排入的话，就一直躺在那边这样子，哦，无法受到审议这样子，哦，那所以就是说，欸，如果可以趁这个机会，然后立法院他自己都定了这个施行法，然后他自己也说3年内只要你们行政机关送上来是优先检视的，哦，那我们3年内要完成修法，哦，那如果106年12月3号我们东西送上去他自己没有完成的话，他就是自己打脸自己，哦，那这个是一个，哦，可以把握的一个机会这样子，哦，所以这个社家署呢，哦，他卫福部，哦，他们应该就是说会在陆续召开这样的法规检视清单的一个收集跟会诊的这个会议，哦，那也会定出表格让大家可以填报，哦，那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哦，就是说这个我在，哦，也许我在第一线，哦，会受理一些手册的申请啊，福利的补助啊，或者说各方面的业务，哦，身障相关的，乃至于说我自己或者是我的家人亲朋好友，哦，因为他们身为身障者，他们觉得有哪一些法令不足或者说治安难行的地方，大家可以，哦，就是陆陆续续的把它汇整起来，然后趁这个机会把它提出这样子，哦，嗯，好，那接着，哦，就是说这个身权公约它保障的权益，哦，它总共是有50个条文啊，50个条款，哦，然后其中有18条是程序的规定，哦，那程序的规定通常我们就比较不需要去适用，哦，因为那个都是比较针对会员国去设计的这样子，程序的部分我们就另外用施行法来取代这样子，哦，那CRPD 它的宗旨，哦，促进保障，确保所有身心障碍者充分平等，享有所有人权跟基本自由，哦，还有这个一个尊严的部分，哦，好，那这个字可能比较小一点，哦，大家手上都有讲义吗？哦，有，哦，那其实这个卫福部，哦，它有做一些归纳跟整理，哦，那所以在大致上从第5条到第30条，哦，是一些具体内容的权利的一些规定啊，那我就很快的把它宣读介绍一下，哦，那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现在这个从这个网页上，哦，都可以下载到，哦，目前行政院核定的 CRPD 中文版这样子，哦，那这个好，哦，或者您也可以到立法委员陈洁如，哦，的这个办公室，哦，当然他们的网页，哦，那也可以下载到当时，哦，立法院他们这个通过的相关的文件，哦，所以这个施行法通过的时候还有4个附带决议啊，哦，那这些附带决议也是都是希望就是说行政院这边，哦，可以多一些资源进来落实这个条款，哦，那相关决议大家也都可以参考一下。那我们可以看就是说像 CRPD 的第5条，哦，就是在规范平等跟不歧视，哦，那我想这个是非常核心的，所以他一开始就谈这一部分。然后6、7条，哦，他特别针对妇女跟儿童的身心障碍者，哦，特别去要求各国，哦，要能够特别保障，哦，妇女跟儿童的这个身心障碍者的一个基本人权，哦，那到了这个第8、第9条，哈，它是提到就是说这种意识的提升，哈，就是这个身心障碍人权的确保，这是全国的事情，好，
所以如何政府如何去带动这种人权意识的提升，还有推行这个无障碍设施，他在第八、第九条特别着重这一部分。那第十条是提到生命权的部分，那其实各个重要人权公约它一定会谈生命权跟生存权，那如果没有确保生命跟生存，其他的也是空谈，所以第十条就揭示这个生命权。那第十一条是提到危险情况啊，还有人道紧急情况的这个人身安全。那这一部分对于这个对于身心障碍者呢，他的这个人身安全的确保呢，他特别的有一些详细的规定。那第十二条呢，等于是第五条的一个再加强，就是法律之前获得平等承认的这样的一个宣示。那第十三条是获得这个司法的这个保护啊，或者司法的保护。那其实关于这个司法的保护也有这个国内也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那像我刚刚提到这个立法委员陈洁如他原来是智障者家长总会的应该是会长吧，那后来是民进党提名他为这个不分区的立法委员的第一名，那我已经连两届了，那这个民进党有这个不分区最多提两届的这个规定，所以他的任期就到明年就结束了，那明年改选就不能再提了。那在任内他就很着重这个刑事诉讼法的一些修订。那这个过去我们的刑事诉讼法对身心障碍者其实是没有关照到的，没有关照到。那身心障碍者比方说智能障碍者，他在司法程序中他的陈述能力那他的这个我们在这个量刑上还有是否有一些配套措施，过去其实是很少被注意。那这个在陈洁如委员在任内也推动通过了几个这个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包括一些对于身心障碍者的一些辅助人或者是强制辩护的一些措施。那过去有时候甚至就是说法官在审案也没有特别注意到说这是智能障碍者啊，他们就不想讲话啊，不被告保持缄默了一大堆啊，就判了。那照理说到了监狱行刑法的时候，这个他服刑的话应该也要有一些特殊的配套措施啊，才能够符合生权公约的规定，也没有他可能到监狱里面就被欺负啊、欺凌、霸凌等等这样子，然后就找明代才发现这个问题会能够找明代的还算家庭功能不错的所以这些这个都涉及到司法保护我们要去思考的地方第十四个人身自由跟安全那这一部分也是任何人都应该要被保障的部分所以这个人身自由不可以被公权力任意的剥夺，那这边就会讨论到像我们的生权法生权法会有这个强制安置的部分，强制就医的还有这个精神卫生法强制就医的部分那这一部分要怎么样再去做一些检视特别是要听这个当事人的声音而不是单纯的一些法理上的一些讨论这样子那当然我们现在是有这个提审法那提审法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这个各种法令的强制安置其实它的程序都不太一样，像严重病人严重精神病人依照精神卫生法它是两个专科医师盖章以后送审查会五日内要看要不要强制就医，他就没有经过司法机关那老福法的老人的强制安置也没有经过司法机关，儿童虐待的
安，哎，72小时后紧急安置，得绍性交易72小时后的紧急安置，身上者的紧急安置，这个是有，啊、哦，的继续安置，这个是有经过司法机关的，哦，所以有一些有经过司法，有一些没有经过司法，哦，那这些就变成说体制上，哦，不是那么的一致啊，哦，那后来就是说，起码透过提审法，哦，那这个当事人在没有经过司法而被公权力安置的情形，他跟他的家人都可以向法院申请提审，哦，那由这个提审法院，哦，就是说再次的了解，就是说啊，行政机关的强制安置，哦，是否符合法令的规定，哦，那所以这个也是涉及到人身自由的一个保障。那第15、16哈，免于酷刑或残忍哈，不人道有辱人格的待遇哈或处罚哈，免于剥削、暴力、虐待的这个权利。哦，那这部分哈也是这个保护性业务的一个重点呐。哦，那哎，这边就会涉及到就是说哈，他啊的这些预防机制、通报机制啊，以及这个后续的。好的一个安置，好的一个处理，好这些，诶相关的配套资源是否到位的问题，这样子，好。那第17个呢，好，保障身体的完整性，好保障人身的完整性，好。那我想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它的重要性，哦，18个是迁徙自由跟享有国籍，这样子，哦，那19自立生活与融合社区，哦，那有一些学者认为19条，哦，这个是 CRPD 的一个核心精神，啊，就是说自立生活跟融合社区，这样子，哦，那其实我们从刚才的这个无障碍领队，哦啊，其实他也是在努力这一块，哦，好像像这个，他说一个，啊，一个母亲中风以后6年没有出过家门，好，那他可能，其他的部分没有被侵犯到，但是在这个融合社区自立生活的部分，哦，就啊，哦，其实呢，哦，是没有被实践的，哦，那自立生活融合社区其实它也跟27条的工作就业哈，哦，有明显的相关性，哦，那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工作哈，哦，的意义跟价值还有它对人生的影响，哦，不只是那一份薪水，哦，那实际上哈，哦，人透过工作他参与社会获得成就感获得尊严，哦，那获得这个当然也包括挫折，哦，但是也获得这个体验提升等等，好，所以这些啊，搭配工作就业的保障啊，还有这个来实践自立生活跟融合社区，就是啊，我们必须要针对任何的残障，这个抱歉，任何的身障别啊，身心障碍别去认真去规划的，好，那比方说啊，智能障碍者哦，他的这个。支持性就业，哦，或者是庇护工厂，哦，等等这些不同的层次，哦，然后我们都需要去努力这样子，哦，然后一开始的这个职能评估啊等等这样子，哦，好，那20条是谈到这个行动能力的部分，哦，那行动能力呢，自然跟这一个，哦，自然跟我们刚才提到第8、第9条的这个推行无障碍。这个是密切相关的，密切相关的，好，好，那21条是表达意见的自由跟资讯的禁用权，这样子，好，那这个表意的这个哈，这个自由哈，还有尊重，也包括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说为什么这些公共设施哈，它在设置的时候。他没有先听哦，身心障碍者的声音啊，反正就这样盖下去嘛，哦，啊，然后这个来检查的时候，这个哦，反正我这个使用执照拿得到啊，哦，等等这些，
所以这个就是也涉及到哈、哦、这个表意自由的这个层次哈、哦。那22是隐私哈、哦，尊重隐私权哈、哦。那这个23呢哈、哦、是尊重家居跟家庭这样子。这个家人权的保障，哦，那它的层面也很广，哦，那包括身心障碍者，他也有这个缔结婚姻，哦，然后生儿育女的这个权利，哦，而且应该要受到，哦，相关的这个保障，哦，那24是受教育权，哦，那这个包括各哈。哦各级的这个特殊教育的这个学校，哦，那是否可以设立，还有这个充分的运作，哦，那像我住在这个台南新化，哦，刚刚从台南搭火车来，那新化就是那个启聪学校，哦，就离我家就很近这样子，哦。那所以我跟启聪学校的很多老师也都很熟，哦，那他们后来就改成由台南大学附属，哦，附设启聪学校，啊，最近校长交接，哦，那个陈秀雅以前的辅导主任担任校长，都非常用心的，哦，的这个同仁，啊哦，那这个我在高师大，哦，我也有担任这个服务学习的课程，哦，啊，所以我的也长期带学生啊，吼，去帮助他们办一些活动啊，吼，这个什么运动会啦，啊，等等这样子，吼。启聪学校，台南启聪哦，已经有120几年的历史了，吼，那是从清朝就开始了，吼。那这个在这个过程中，那时候好像是一直听到一个消息啊，就是说马总统他有一个重要的政见或措施，就是。各县市至少要一间特殊学校，对，啊，但是他现在好像哦，也快哈，哦，这个第二任也快届满了，哦，那也不知道哦是否可以这个哦，当然我们是就是说看怎么样去规划，这个有时候是说哈，哦，有一些是要看是要融合教育，哦，进到一般的班级，还一般的学校啊，然后或者学校另设资源班，哦。那或者是这个要用特殊学校的方式，这个都可以规划，哦，啊，但是这一部分其实有时候哈，哦，他的师资培育上也有一些要再努力的地方，哦哦，那这个像我们这个高雄师范大学哈，哦，他的那个特教系哈，哦，是历史也很悠久，那也是少数从这个大学部硕士班博士班都有，哦，那这几年也把这个语言治疗，哦，就并进来，哦，啊，所以在座各位，哦，如果说有兴趣要在特教这一部分进修的，哦，我们就非常欢迎，哦，顺便招生一下，哦，那接着是健康权，哦，健康权，哦，那我想这个大家可以了解，哦，就是说在一些医疗的资源上，医疗资源上我们应该要就是说尽力的去投入啦，啊，其实就是说我们从这个社会正义的概念呢，那比方说健保它应该是保大不保小，保大不保小，然后我们对这些罕见疾病，对这些特殊的重大伤病，还有身心障碍应该要在更多的资源啊，哦，去 support。 那至于说比方说当初我听说当初健保在实施的时候，哦，这个是，哦，这个健保局很高层的跟我分享过，就是说当初要实施的时候曾经有考虑说到底感冒要不要纳进来，哦，因为从这个社会保险的精神来讲，有保大不保小的话，感冒其实让大家自己处理就好了，哦，啊，但是后来想说以国人的这个观念，如果感冒不纳进来，大家会觉得说都只有缴钱都没有用到，后来那个缴费率可能会掉下来，所以后来还是决意把感冒纳进来。那这个接着26是适应训练跟复健，这个是像这个
我刚刚提到的这种适应体育啊，或者说这个复健，比方说语言治疗啦，各方面，还有像我们在这个发现晨报案等等，这事后的复健都非常漫长，这个都需要整体社会的持续的支持。那27就是工作跟就业，工作就业。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在各种障碍别中，身心障碍别中，哪一种的就业率最低？自闭症。自闭症啊？对。自闭症的话可能有很辛苦的地方，但是还有一种障别其实是更就业率是统计起来统计起来是最低的。你们觉得哪一类就是说光是要踏出门一步就都很困难？就是视觉障碍，视觉障碍的这个就业率是最低的那我待会有一些照片是我自己的一些体验就是说大家会发现，就是说这些我对于这个视障者的这些无障碍设施有时候真的是就两种心态，一种就是有做就好，一种是要把它做到好那我们可能大部分都停留在有做就好的这种层次抱歉所以这个这些其实都是环环相扣的那我们看28是四族的生活水准与社会保障这一部分呢就是包括各种社会保险还有社会救助跟社会工作的一些结合。29参与政治跟公共生活那30参与文化康乐休闲跟体育活动所以刚才的影片也提到就是说虽然娱乐排在十一住行的后面，但是它对于一个人这个身心灵的是非都还是非常重要的，不能被忽略的那参与政治的部分我们也这个过去有包括像这个刘霞女士她要参选这个立委的时候因为这个选爸爸这个学历的限制导致她无法参选，但是她著作等身只是不是透过正规教育所以等等这些有一些规定当时没有思考，没有同理到身心障碍者其实都要一并的被检视这样子。好，那这个行政院呢他也制定了这个推动计划然后来做一个实施啦那这一部分推动计划呢大家只要到这个卫部呢的网页上都可以看到具体的推动计划。好，那我们可以看到推动计划它的主要工作项目也是配合施行法就是立法院的一个要求那包括一些相关的教育训练然后法规检视这个是我觉得如果要完整的就是这一块要好好去努力的地方。那国家报告是这样的就是说也不要因为我是觉得也不要因为国家报告排挤了太多这个一般业务的推动那就是说我们就是把一个国内的实况还有问题还有困境把它呈现出来这样子接着也是一些宣导，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结合民间团体是非常重要的好，那在卫部他的这个投影片的结语他最后也是再次提到就是说公平参与社会的一个重要性这样子好，那到这边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疑问要提出的我们算是很快的把这个生权法它的一些重要的权利内涵很快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当然各位如果要详细阅读的话就比如我们就打这个 CRPD 或者是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就可以找到这个全文那有一些条文很长跟国内的那个一般的立法模式不太一样不过大家就是说可以这个
把它阅读一下，这样就可以发现，就是说他其实在内容上哦，其实还蛮用心、蛮精致的这样子哦。好，那有问题可以随时提出哈。那接下来我就好这个因为我想说这个卫福部的简报，因为他们是在行政院会报告啊，所以有这个简报完毕恭请才是这样子哈。所以我也不好意思把它拿掉，因为这个著作权法所谓的同一性保持权啊，同一性保持权，我就说不好意思给他更改这样子哈，也做得很好哦。那以上资料取自卫福部，就是再次宣读。那在这里呢，我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生权法、施行法，在这个推动的过程，我也是有一些期待，就是说，一个我们一个国际，我们其实从那个清末开始就在思考这种就是说，东方就是说社会怎么样纳入西方的国际观点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就是开始那个法律的移植或者说船坚炮利等等这些那后来就是说清末有一个学者他叫严复他就慢慢思考到就是说西方的这个理念呢我们的一个采纳分成三个层次那第一个层次就是器物，接着是制度，接着是精神就是说大家发现到清末好像觉得说我们把这些船舰炮利把它搬过来我们你有大炮我有大炮然后就发现就是说好像就我们也西化了但是后来发现就是说还是输得很惨那后来就发现就是说还有一些制度层面的好，那我们就开始有什么法律编修馆什么的，开始把西方的法律通通翻译成中文，然后都翻过来这样子。后来发现好像还是很有问题最后就觉得就是说精神或者说那个文化那个素养那个也很重要，就是说器物跟制度不是不重要，但是它要有精神还有那种理念和人文素养的支撑那所以就是说像刚才一开始分享那个影片就是我们那个是叫郑淑云是吧那他到那个韩国韩国去旅游，第一次去韩国，然后他说那个司机就很坚持说这是你第一次来很可能是你最后一次来，所以却很坚持你一定要去滑雪场体验一下，然后他说因为那一次让他学习到这个一些这种精神这样子所以就是说我相信这种不管是儿童还是儿童人权还是各种人权，甚至在他的落实其实是就是说台湾这样子2300万人的一种文化跟素养的一个提升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去引介很多的辅具，或者是说我们去搬很多的制度过来其实它绝对是漏洞百出的那所以我这边提到导盲砖的启示这个是启示录就是这个是在什么地方呢？是我几乎每天通勤的那个台南车站。那台南车站我其实通勤了好几年我一直都没有认真的去思考，一直到最近主办单位邀请我说要讲这个，我就开始在好像给这个开始有一些注意这样子，我就发现这个导盲砖怎么会这样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个视障同胞他拿着那个导盲杆到这边可能也是躲不掉吧而且大家如果看的话，它这个是导盲砖是一路这样过去的全部差不多3-5步就一根，3-5步就一根这样子所以我后来想想就是说这个应该把它放大一下
这个也是哈、哦，就是说两边都是类似这样的情形哦。那那这个是我从车上往外拍哦，就是它就这些柱子就卡，直接卡在导盲砖上。啊，所以我就顺便到了捷运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感，就拍了这个导盲犬的图示哈、哦。那我的感觉是说，纵使再厉害的导盲犬哈、哦，可能也没有能力，就是说哈、哦，可以引导盲人这样子 SS 这样子哈、哦，把那些穿越过去哦。啊，所以这个就是我刚刚在谈的，就是说是有做就好，还是做到好、哦、啊？他这个是给一般人用的，给非身障者用的，还是给身障者用的？哦，给非身障者用的，就是说啊，反正我做完，然后使用执照 OK， 然后不会被罚，然后预算科目正确，核销 OK， 检查 OK， 这是给非身障者用的。那给身障者用的，就是说他真的可以因此走出来，然后因此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我们刚刚提到的行动的自由，或者说就业什么，都有困难。好、哦，那么连这个人身安全，好、哦，健康维持都有困难，都有很大的风险。好、哦，那结果呢？真的也很巧哦，就是说我在拍摄这个奇怪的导盲砖哈，应该叫导盲大考验哈、哦、的这个隔几天呢哈、哦，我通勤这么久，做了这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大众运输，我第一次看到视障者搭火车，哦，是全盲的视障搭火车，然后我就忍不住了，就是说，然后把它拍下来这样子哦。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应该是夫妻吧，哦，然后各拿着一根导盲杖哦，然后太太要牵，哦，要拉着先生的手肘，先生要再拉着一位站务员的手肘，哦，啊，这个应该都是要先安排好，先通知好，然后接着是要走下哦这个台南火车站的这个地下道，也都一直要有人在那个扶着这样子，哦，那实际上就是说，你要光靠这些设施的独立性，如果没有另外一个人陪伴的话，是不太可能的。对，连我自己哦，为了要赶快拍这个让我很有感的一刻，我都差一点那个滚下去了哦。好，那这个是台风过后的一些变化哦。这个是我通勤的第一站，就是新市火车站。那这个树就倒这样啊。哦，那我们就是 OK 啊，就绕过去啊。那如果是身心障碍者的话，就会很辛苦，充满风险。好、哦，那这个是我通勤的最后一站，就是从捷运的文化中心站出来，然后就是说这个走路或骑那个 City Bike 到高师大这样子。那这边也是树倒下来，就这样横在这边哦。那我们一般走到这边，就是大家低头钻过去哦。那如果是身心障碍者的话，这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风险这样子哦。所以听说这一次的那个台风过后的路树要清，可能清完，光是清完就要一个月以上哦。那如果是身心障碍者，他这一个月的行动自由，我们是否有特别去设想？哦，我想是应该是很少人想到。哦，好，那好，大致上是这些照片跟大家分享。哦，那这个是文化中心站上来，哈，然后我在做这个手扶梯的时候，哈，我就会想说，哈，这个上来以后，哈，还有没有 City Bike 可以让我骑这样子，哈，心里就会有点紧张这样子，哈，
那天上来发现，哎，一台都没有，哈、哦，啊，那我就要快马加鞭的走去学校，哦，那就说，哎，这个我有很多种选择，哦，那要么哎没有骑脚踏车，我还有各种替代方案，但是我们要思考，就是说，那身心障碍者他是否、哦、有他的，我们是否也提供一些选择跟替代方案，还是说我们让身心障碍者生活在一个没有选择的，啊、哦、的一个台湾这样子，哦，这个都是涉及到我们一开始在谈的什么是文明，啊、哦，那包括在这边就是说，出了文化中心站，这个就是以李天铎为诉求的豪宅，哈、哦，这个然后你可以发现现在高雄就是，哦，建案很多，豪宅林立，从美术馆啊，哈、哦，等各种龙十六啊，什么等等，全部一堆。那这些是文明的表征吗？哦，我觉得不是。好，那所以就是说，未来我们有多少的诚意啊？哦，去落实这个，CRPD 哈、哦，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值得观察跟思考的地方。哦，好，那所以我最后也放了这一张，这是从台南车站要出发哈、哦，就是说可能各位看起来不是很清楚。大家知道这一栋是什么吗？就在台南车站旁边，这种远远的一柱擎天的这个，哦，哦，这是大圆柏，哦，大圆柏，哦，就是说，这些，哦，商业啊，资本主义啊，这么发达，哈、哦，然后，好、哦，里面精品啊，什么啦、啊，一大堆啊，哈、哦，这个，哈、哦，但是呢，连一个导盲砖都铺不好。那这个是文明国家吗？哦，对，什么是进步，什么是已开发？哦，这个都是我们可以思考的。哦，好，那接下来哈、哦，还有一点时间哈、哦，我想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刚才提到的白天不懂夜的黑的部分。那这个公共电视的《独立特派员》这个短片，它可以让我们哈、哦、重新的去思考，就是说就业权的哦，特别是大法官哈、哦、把这个生权法这种视障哈、哦、同胞，他本来可以就是说保有这个按摩业，然后大法官把这个饭碗打破，哈、哦，这样子到底合不合理？然后我们如果是只是看到一些哦理念上、法学上的这个推论哦，就推出一些结论这样子哦，这个在国家决策上会不会出问题？像韩国哈、哦。他也曾经就是说，因为一些压力团体的抗议哈、哦，他本来也是按摩业是只有视障者可以从事，后来也是司法机关就宣告说这个违宪的开放哦。那但是呢，他们后来又发现就是说这样的决定是错误的，就重新再把法律修回来，所以按摩业还是保障给视障同胞，好、哦。那这部分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些资料了哈，就是说网上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到，就是说那种按摩业在台湾的市场的那种商机，哦，有一些推估啊，哦，那个都是好、哦、很可观的，哦、很可观的，哦，啊，但是好、哦，就像我们今天一直在谈的，哦，就是说，你是要这些商机呢，哦，还是要？啊，一些就是说文明指标的一些追求这样子，好、哦，好，那我就来播放这个白天不懂夜的黑哦这样的一个影片，然后我们一起来思考哈、哦、这个视障同胞的这个工作权的保障。欢迎收看独立特派员，我是余家章。1997年十月底，大法官释宪649号解释文出炉，允许明眼人，也就是非盲人，也可以从事按摩业。大法官认为，视障者已经被保护了30年，基于宪法的平等权、工作权以及比例原则来说，按摩业应该要开放。大法官这个意见让视障团体感到错愕与愤怒。
虽然劳委会说要帮助视障者转型提升竞争力或者找别的工作，但是在经济不景气失业率那么高的情况之下，明眼人都不一定找得到工作，那么视障者该怎么办呢？记者范宇文、周明文的报道。永远不懂我伤悲，一朝一夕就会变成开放的话，真的特色茫茫有，不晓得要何去何从，要不然的话你就是转业到其他的方面去了，真的绝望。看到未来，我觉得还是非常乐观的。就好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小箱子中有家外观不起眼、设备简单的传统视障按摩店。啊，我这边已经，我看了民国62、63、64、65，这边我的儿子都已经30多岁了，我不知道几年。黄朝宗从小眼睛就看不见，一直到23岁的时候，他才开始学习按摩，当做自己的一技之长。电灯够不够亮？有。哦，就是这么公开的按摩室，哦，里边就是几张床，哦，没有什么特别的设备，一直维持到现在已30多年了。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这个样子。对。因为我也想要转型，但是转的也不太好。是什么原因让黄朝宗想转型呢？最主要的关键来自于649号大法官视线。明年11月以后，除了视障者以外，明眼人也可以合法从事按摩业。当初大法官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视线啊，他的背景其实他们认为，视障的这个劳工朋友他们保护的情况啊，其实已经有30年时间了。他们认为基本上这个是跟宪法的工作权、平等权还有比例原则不太相符，所以他们认为应该要松绑啊。这样突然的松绑却让不懂行销和包装的黄朝宗觉得非常的错愕。因为眼睛看不见的人可以说走投无路，只有这个行业可以做而已，但是眼睛看得见的人呢，他们门门有路，各行各业他们都可以做，为什么一定要苦苦来抢这个饼？大法官视线之后，给了3年缓冲的时间，让主管机关劳委会协助视障按摩业者转型。按摩业者受到挑战，绝对不是从今天视线以后才发生的。在过去，其实慢慢的已经有很多明眼人透过不同的名目，包括民俗的疗法也好，像目前的推拿也好，这些其实已经慢慢的已经侵蚀到传统的按摩业这个市场了。早知道有这样的乱象存在，主管机关非得视线之后才愿意投注资源提升视障者的竞争力吗？我觉得是因为649号视线哈，让政府哈一定要做，那不然我们很早就想要提升，很早就想做啊。劳委会目前规划的在职训练、转业辅导等就业措施，另外也补助了20万元，让传统视障业者可以更新设备。现在跟明眼人的竞争啊，所以我们学生应该要就再用现有的设备，然后再加强再更新的话，其实20万块是不无小补。你看我们那个地板已经30多年了，30年了，要全部打掉又要扣个，看你要30万哦。嗯，单单那个地板就要增加了那么多呢。视障按摩业者当中也不是没有经营有道的业者，林天贵就是一个模范。我有今天的规模是15年来的努力，我刚开始也只有3个按摩师凑在一起租了一间小小的店面，慢慢的发展能走到今天的规模。林天贵花了15年的时间和1000万元的投资，还有看得见的儿子林玉忠打点整家店里里外外的一切。我们的话就是负责去帮他规划，帮他设计，
有像灯光怎么样去打，那椅子桌子怎么样去摆放，整个环境的部分都基本上都是必须靠透过我们明眼人去做控管。就算已经有固定的会员和口碑，林天贵还是觉得明眼人加入竞争之后，视障按摩业者的生存会更加的困难。它的困难度要比我十五年前的困难度来得高，哦，因为现在的竞争压力比十五年前的竞争压力要来得大。其实我们跟财团哦，真的是没有办法做竞争，哦，因为他们的整个装潢设备、人力各方面都强得太多。林天贵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像这样讲究气氛和布置的地方，就是明眼人经营的按摩会馆。光是这样的设备，传统视障按摩店是否真的有能力能竞争呢？250万的市价，就是对政府来讲，这个钱金额还是有点大，所以他不敢一次投入太多。为了凝聚大家的力量，视障按摩业者开始到各县市进行座谈，以联合行销的方式，希望建立共同的形象和服务品牌。比如说一般民间企业像 Seven Eleven 啊，哈，那他们就是一个很明亮的招牌，然后广告什么形象都弄得很好，那但消费者都很清楚的一个标章。好，我们希望说经过大家的沟通，然后努力知道说，哎，我们要团结起来，然后把我们视障按摩的品牌做出来。王朝宗这家30多年的老店已经没有顾客上门，所以他又另外在马路边找了一家新的店面。现在新开的，因为歪的鬼已经没人听啊，所以我就开到这边来啊，但是客人也不是很多啊，这个后面还是每个星期六都有预市场呢。这家新店重新装修和进入设备的花费早就超过政府补助的20万元。哎，这一个是烤人的烤箱，红外线的，如果在这里烤20分钟的话，比你做1个小时以上的运动还要好。啊，这一次就是后来再买的那个设备。这个后来再买的设备，我们才弄这样子一件一件的。哦，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我们的转型最高的境界了。只剩下1年半的时间，明眼人的主管机关到底可以协助视障按摩业者提升到哪种境界呢？白天真的不懂夜的黑吗？视障者难道就只能从事按摩业吗？他们就不能做别的工作吗？其实有很多视障者也想尝试按摩以外的工作，劳委会也说会辅导视障按摩者转业，但真的有那么容易吗？为什么还是有许多视障者学非所用，最后还是回头从事按摩业呢？按摩市场在开放明眼人竞争以后，假如视障按摩业者的生计开始受到冲击的话，应该怎么办？因为市场的萎缩之后啊，有些人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啊，把按摩业当成唯一的选择。我现在只能唯一能够做穷途末路，我可以讲就是按摩。协助视障按摩业者转业，真的有那么容易吗？按摩业要跨入到非按摩业，恐怕不是这么短时间可以改变的。我看，如果10年内可以改善，那就表示这个政府很有作为。台湾盲人重建院已经有将近60年的历史，协助中途失明的人在生活和职业上的重建。那有做记号的第二段就是油封，就是把油烟抽进去的开关。好，第三个呢是灯。洪静元今年33岁，因为视网膜出血，视力快速的恶化，造成永远的失明。他在医生建议下来到重建院学习按摩的技能。按摩的话，等于是说我们把技能学会，哦，怎样每个人自己有精进的，愿意去付出，等于说我们还是可以做单兵，就是说个人操作。
重建院这里以前也开设过其他职训课程，但是现在还是以按摩的训练为主。现在政府要求要开职业训练班的话，它必须有一些条件，比如说一定要十个人才成班啦，然后老师的资格一定要受某种限制啦，比如说命谱来讲的话，老师应该都没有什么执照吧，哈，所以像这样的课就慢慢少了。那钢琴调音呢，它其实是要有特别天分的人才可以开班，那我们哪里去找十个人来开班，这其实是蛮困难的。为了因应大法官的视线对视障按摩业者的冲击，劳委会规划的包括有清洁维护、商业设计、照顾服务等相当多元的职训课程。这个还很多还是需要有视力来帮忙，没有视力还是会有困难度啊。你像目前视障的一些劳工朋友大概有20%是全盲，其他还有一些那些弱势啊其他的哈，所以我们会根据他的个人条件还有他个人的意愿啊，去帮他做这些规划。所以我们所开发的这些课程我必须要有比较广泛的去设计啊。既然大部分课程都是针对弱势而设计，那么20%的全盲到底能选择什么职业训练才有就业市场呢？目前我们是除了按摩之外，那比如说电脑一些资讯的一方面的这样的训练，或者说是电话服务，那最近这是我们比较最新开发的一个职类，电话服务啦，或者一些银行啊各方面一些催费催账的这样工作，其实还蛮适合视障朋友的。可是在28位身心障碍者中，只有5位是视障电话服务员。对，没错，就是引进来2年，可再攒1年。OK， 好，再见。林应龙，台中经营大学中文系毕业以后，他很顺利的就找到工作。是刚好是单位真人，朋友介绍我来的。还就是刚好运气很好，刚好在很许多人之中被选中，对，所以就进来这里面一做就将近10年。可是每个人都有好运气吗？那倒不尽然，因为像林俊辉从朝阳科技大学财经系毕业以后，他的求职路就处处碰壁。但是我当时要去考那个像证券初级营业员或者高级营业员的执照的时候，其实应该说初级营业员他就不给我考了。不仅如此，就连林俊辉想报考特教研究所也得到这样的答案。那我就问他们，他就说全盲都不能考。我就问他说，你们是教育身心障碍者的，那我们要去考这个也不能去考。他说没办法，那是规定的。然后为什么？他说就是规定，他也不知道。然后他说是北师院回答我的。为了求得一份温饱，林俊辉只得放弃自己的理想，回过头来从事他最容易上手的工作。按摩其实是最不被社会排斥的一个视障者可以从事的工作。那要从事按摩，其实变成说，我们也都是我们视障朋友开的店好了，或者说是像现在很多那种医院的按摩站，这都是跟一些社福机构做合作的一个方式的，那他当然就接受视障朋友来这里工作的几率就很高。虽然视障者当中也有歌手、律师，但是他们的求职路真的不会特别困难吗？他是台湾第一位盲人律师李炳宏，目前在法律辅助基金会工作。过去他也做过没办法学以致用的工作，即使后来李炳宏考取了律师资格。我那时候在还没有考上律师前，我就在 call center 上班。即使后来李炳宏在第3年考取了律师资格，因为眼睛看不到，还是没有一间事务所愿意聘雇他。对，其实心里也很清楚，就算考上了，在找的过程中本来就不会很顺利。在明眼人的工作环境中，纸本文件的阅读是李炳宏碰到最大的问题。只要他这个资料只是这样纸本上面的资料，我根本不能看，所以我也没办法从里面看到内容。那我要知道他内容，只能把它扫成电子档。而在
盲人的世界里面，它是只有文字，但是没有图，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只要是图档，在李炳宏的黑暗世界里都没有办法辨识。还得要请他 key 成电子档，就是还要再花时间请他慢慢 key， 慢慢 key， key 成看是 Word 档，然后才有办法看。哎 ，boy， 你就改错字就好了。好，你看好错字就好了。好，那我 OK， 好了，蛮麻烦你了哈。常常去麻烦人，那我也清楚别人有事情要忙，那怎么办？这个就是，这个都是很实际的问题。在有知觉的情况下，试试看，我们可以忍受多久的黑暗？在最后的窗户关起来的时候，是不是必须先将充足的门都打开呢？否则，这个世界白天还是继续不懂夜的黑。那透过这个公共电视独立特派员我们的专题报道，我们可以更了解到视障同胞他们在生活跟就业上的一个难处那其实刚才的报道，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法令或行政措施其实就有需要做一些修正比方说他在那个盲人重建院他们提到就是说，那可能是劳委会现在应该是劳动部的这个职训比方他要求说这个讲师一定要有执照但是如果说命谱就是算命的择日的这个通常就是说也许有大师啊，但是未必有执照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施行法他提到这个法令的一个或行政措施的检视清单就可以透过这个机会提出然后最晚三年内106年要获得解决这样子又比方说像他提到就是说这个调音调音的这个训练那就是说要十人才可以开班那这种规定其实你的确就是像刚刚那个院长提到的，就是说你要找到十位有一定天分的可以来参加调音的，这个不知道要找到民国几年所以这些就是说都可以趁这个机会提出来然后列入检视清单然后来研议修正这样子那或者是说刚才也有一位那个视障同胞，他是从这个朝阳科技大学财经系毕业的，结果他要去考相关的执照就是说这个全盲的不好，或者说盲人不能考这样子那这个就是也是一种歧视啊其实像那个西斗就是消除妇女歧视公约，他们在做一些法规检视的时候，他其实就是说筛出很多就是国家考试里面对于或者说各学校的考试对于这个性别有歧视就是说那这些就是也好陆续的被解决这样子或者说他说要考北师院，他指的应该是北师大就是台北师院好像是另一间那的那个应该现在是什么台北教育大学的硕士班结果说盲人的不能考，全盲不能考那这个也很奇怪，就是说你好歹国立大学等于就是教育部下辖的这个机构嘛应该要有这种国家级的格局啊所以这些都可以都可以因应就是说以法规或行政措施检视的方式来列入这个三年内的这个修法的工程这样子那那像刚才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有一位这个李炳宏律师那他其实是也是非常非常的杰出啦，我想杰出这个是国内第一位应该也是唯一一位的这个盲人律师这样子那我一直都很佩服他我这个大学法律系毕业考了2年考不上我就放弃了
也结果这个人家这个可以顺利的考上哦，真的是相对起来，真的自己是不够用功啊。哦，那这个而且呢，哈，我觉得他也很杰出哈，就是在这个各位如果网络上搜寻一下哈，这个他前几个月哈有打了一场很漂亮的官司，就是这个 RCA 哈，就是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这个有机溶剂哈伤害台湾劳工的这样的一个求偿案哈。那 RCA 的这个聘的律师代表是国内知名的这个陈昌文旗下的这个李律事务所，好，那这个劳工代表呢，是这个，就是就吕炳宏，好，这位盲人律师，哈，结果是由这个吕炳宏这边呢，哈，获得这个胜诉了，好，不过比较这个案子哈，就是说要谈还很多了，比较可惜的是，在那个过程中，RCA 的资产一亿美金，哈，也都被汇出去了，所以这些工商劳工其实是没有获得任何补偿，其实是赢了官司，但是那这个其实也是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身心障碍者的这个工作权的这个重要性，透过工作的一个社会参与一个自我实现这样子。那我想还有一点时间，各位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的，那如果没有的话，我想再播一小段，其实我今天一开始提到就是说那个这个有一位医生，他后来在滑雪就发生意外，成为这个脊椎损伤，那这一个短片呢，他可以让我们看到就是他的配偶，就是他太太，就是那个照顾者的辛苦的一面，就是说我们在谈身心障碍者的权益的时候，其实我们要一并关照这个照顾者家庭家人他们的一些需求这样子。好，那我再播放一下，可能无法在那个我们就五点的时候准时结束这样子。好，这个档案好像有一点小状况，那没关系，因为我也有想要播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我刚才在询问这个就业率最低也有一位我们伙伴提到说是这个自闭症儿童那我们可以了解一下这个自闭症的孩子他的家长辛苦的地方。孩子常常很可爱，但不见得总是乖巧，很多普通妈妈已经觉得因此快要失控了。但台湾有很多亚斯伯格症的孩子，他们的妈妈更是超级妈妈。这一个舞台很特别，演出者都是家中有亚斯伯格症孩子的家属，说的台词是在不同的家庭中真实上演的故事。我的小孩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画了一本能做炸弹的书，有一本医生警告我，您的孩子只是反社会人格。前几年出车祸，他把右出血的时候，我的孩子也不肯到医院来看。亚斯伯格症是一种泛自闭症障碍，中
重要的特征是社交困难、兴趣狭隘，或是有重复特定的行为，但事实上又很难判定，因为其他障碍有一个共同模式，亚斯伯格却没有。这个孩子的状况未必会出现在别的孩子身上。你的情绪却出了问题，他经常动不动就哭，害怕我不是喜欢你的，不喜欢他了。之后弟弟经常问我这么一句话：妈妈，你喜欢我吗？妈妈，你喜欢我吗？这些家属希望透过舞台，让更多人了解所谓亚斯伯格症，也表达他们遇到的困境。比方说，光是申请诊断证明就已经心力交瘁。那诊断出小朋友是亚斯伯格症，因为学校现在要我补缴那个身心障碍手册，我问过区公所，他们说要来先来申请那个诊断证明。这不是你说是就是，现在都还没有仔细检查，你就要我开诊断证明书？哦，你这个妈妈是怎么当的？这么急着要给小孩子贴标签，哎，这会影响到他将来长大找工作，你知不知道？医生，他现在在学校都适应不良了，我想要假装他正常，我也假装不来。未来的工作，我现在根本就不想，我根本就不敢想。演出这一段的演员叫佳敏，他的大儿子小元现在国小一年级，四岁的时候被评估为亚斯伯格症。我个人只要看这里，请你自己来，拜托。你看时钟，已经快要6:20了。你肚子有点饿是不是？可是我现在没空。哥哥，你现在不应该烦恼这些事情。不要想，你只要赶快想你。一天的开始，佳敏往往都是这样手忙脚乱。他一边抱着老四，让老大先准备上学，老二老三这时候还在睡。刚好这一天是小袁要帮妈妈资源回收的日子，拎着一袋袋东西下楼，他分类相当仔细，然后就要自己上学去。他很喜欢跑步，跑的时候完全不管后头还有人在跟着，但是到了公车站上了车，他却非常贴心地注意到摄影大哥还没跟上来，结果自己又下了车，说没关系，反正下一班很快来。公车上他会主动跟司机聊天，也不怕生的就坐在记者的腿上。当时采访团队实在感觉不太出来他跟其他孩子有什么不一样，进了校门，沿路的榕树有什么生物特性他娓娓道来，看到同班同学也很热烈地迎上前打招呼，直到要说再见才有一些读不出来的情绪。植物啦，昆虫啦，然后那个路线图，公车什么捷运路线图，那个你要去哪里吼，你要坐捷运，你再问他我要在哪一站上车哪一站下车，中间请问我中间要怎么搭怎么转，他全部告诉你，他知道的一清二楚。这形容其实很像从电影中我们对半自闭症者的粗略了解，就是交际不善却有着惊人的特殊天分。但如果只是这样，佳敏就不会这么辛苦。事实上，他要面对的问题更多、更严重，他需要协助。有时候他会像这样，跟其他家长聚在导演的家里，分享资源，也分享心情。今天如果我不是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我绝对是一个没有同情心、没有包容心、你也应该想到那样活该那种家长。聚会的时候，佳敏不太说话，坐在一旁静静听着其他家属的分享。小孩也不是只黏着佳敏，而是大家轮流照顾。也许是这样，佳敏疲惫的身躯稍微可以休憩，心灵上的接受跟领悟也给了他很正面的力量，能够去回想自己的孩子其实有可爱的地方，对，有很棒的地方。然后每个礼拜那2个小时、3个小时结束，我就觉得我又有对，有那个力量，然后有那个能量，可以再去回去再面对我的孩子。佳敏的故事是有些特别，他本身学的是特教，也实际在安亲班教导特殊儿，没想到自己的第一个孩子1岁多的时候就有点状况。爸爸下班回家，爸爸就喊了他，他呢，他有转头看爸爸，问题是他在那个时候是完全面无表情的，转头看爸爸一眼之后，
又再转回来继续玩他的玩具，这中间过程完全没有任何的表情。对，然后那时候宝宝就觉得很受伤这样子。一直到现在，佳敏说面对别人的眼光还是不容易。以小圆来说，他对于自己跟别人的安全距离不是很能拿捏，往往让自己在别人眼里显得很危险，所以好长一段时间佳敏不敢带孩子去人多的公园。有一次是好，我们去玩了，可是总是有的时候后面会有其他的小孩来，那个小孩的爸爸妈妈在旁边教那个小女生那个要上单杠，我们家儿子看到冲过去，他上了幼稚园有学过，冲过去就要示范给他看，说你看就是这样。问题是他拿捏不到他的脚他的手跟别人之间的距离怎么样能够是别人也是安全的，他也是 OK， 所以他脚一跨出去就往人家的就差点，然后他的爸爸就赶快放手，你还拉走。对，我当下我马上大发飙，马上把他抓起来，然后就在公园我马上对他大吼大叫这样子。可是我后来事后我自己回想，我其实有很大的一个部分是要做给别人看的，我想要做给别人看说我有在教我的小孩。有几次佳敏甚至在小圆做了不恰当的行为后直接告诉现场所有的人，我的孩子有亚斯伯格症。我如果不告诉人家他是亚斯伯格的，人家会怎么看我的小孩？对，对不起。好，那时间关系哈，在一分钟就五点了。那我想从这个影片哈，这个我们其实也可以得到很多启示啦哈。就是说像我们在 CRPD 哈，他一开始也是提到，就是说政府怎么样去提升哈，就是说全民哈对于身心障碍者的一个认识。好，那在这种认识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我们会有更多的这个同理哈，还有一些应有的一个包容跟尊重这样子哈。那另外就是说这个影片也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家长家人的辛苦，然后那个家长团体的那个重要性哈，就是说大家可以重新找回那个能量。那最后就是说在一开始哈，在他们的行动剧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去医生哈，跟医生咨询诊疗的时候哈，我们可以看到那位医师可能带给这个妈妈蛮大的伤害哈，就说你这个母亲是怎么当的哈，这么急着给你的孩子贴标签怎么样哈等等。这其实就是说我想很多身心障碍者哈，或者说很多人在求助的过程中哈，不管是行政程序啊，或者说这种专业咨询的过程中哈，有时候他的伤害是从这边来的。所以这个也涉及到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专业素养的部分，不管是老师、医师、律师还是公职人员，好，就是说我们的每一句话我们是否就是说有心无心的会去伤害到别人，好，还是说我们就觉得说人家就是来拿手册就是要领补助的等等，这些好，这些就是在 CRPD 他也希望就是说好，在整个体制上好，这个公司部门好，大家的这个专业的这个素养好，还有同理心好，这些都可以重新获得一个提升好，我想这个是我们未来也可以一起努力的地方好。那接下来我是否把时间交给安年，要有做一个 ending 吗？不用。那我自己 ending 吗？对。OK， 好。那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什么疑问要提出的？如果有的话，我们会后也都可以再聊一聊。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谢谢大家参与，谢谢。